子呢，主要是训练呢手的身体的柔软度和灵敏性。那这样子，他们在使用武器的时候就可以更方便。那接下来，在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。接下来我们要带来这首歌曲呢，是来自于他们家乡他们毛利部落的歌曲。那他们会搭配非常多的动作来讲这个歌曲的内容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。
的表演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是毛利传统的一种武器，但现在已经不能当武器来使用了。这个东西呢叫做 POI 本来是用来给男性战士使用的，这看到这距离就是用在短程的攻击上面。那现在做这个POI主要是来训练手腕的灵活度和灵敏度，那在攻击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打中敌人。那现在POI已经是毛利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项艺术价值啊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。